我是朱茵，我是王冠中的妻子，王英的妈妈。我有一个5岁多的女儿，她叫王英。我的工作是一个演员，也是一个妈妈，也是一个妻子。完全溺爱的爸爸，对女儿完全没有办法，像这样的傻子一样。我爸爸，我估计是1:9吧。我在女儿心目当中是第9，应该说，如果我在，爸爸永远是他看不见的，只有妈妈在。如果我不在了，他才会，爸爸才会这样子。有些时候，比如说我很想洗澡，或是我们明天要工作了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爸爸先讲故事吧。”那他常常被女儿踢回出来，就是女儿就会我要妈妈，就算爸爸念完这本书，他都要我重新再念一遍，好像把爸爸的念书也好，工作就陪他玩也好，完全 cancel 掉，只能说我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妈妈吧。这世界很酷。